我是熊，今天玩是比特币变人。这里是凌晨3:34，这里是哪里啊？红旗。这是谁啊？难道这是马库斯？哦，一件兽怎么很厉害？好多地方可以看哦，没有耳朵的音频受损，又按到同样的地方，这是眼睛吧？视觉受损，还是泰字脉搏调节器？没有双脚。赶快找阴剑替换腿部，匍匐爬行，嘿，嘿，嘿，来，哪里有我的阴剑呢？拔下一只腿。容易放起来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阿掉，扔，放起来，感觉好重，可是他们好像没有痛觉，对不对？再来是左脚。声音好不舒服哦，可是因为听不到，所以这么奇怪嘛？耍那种哒哒哒声，不像龙，盖盖，哟，阿万，还有哪里有腿？哼，要活着，母亲，盖盖，哦，现在好多仿生人的感觉哦，飞机。哦，有了，那腿可以用。哦，后面有人在动呢，插进去。哦，接下去的那一刹那，很多都很痛。对的，还有心脏哎，在那边跳动。那这样都还没有死，好一个色彩。不知道我往哪里走啊？我还有很多零件没有拿。黄金，哦，好难得，黄金黄金。那里有一个人力，然后对我做什么事吗？哦，你干嘛？你这个。他是在指引我们去耶利哥吗？母亲，哎呦，这个声音真的是很不舒服哎！哎呦，前面好恶心哦，都是手手。哦，拜托不要摸我，好恶哦 ！No way！仿生人就被丢在这啊！你不要抓我，放开！呜呜，讨厌你！我被抓，自己的人，这些都是一些怪怪的，会动哎，而且还就算没有下半身也在爬哎，好恶心哦！那意志力怎么那么坚强啊？要的吗？没有，不相容。好恶哦，因为只有下半身呢，就
个呢？搬起来。没有我要的吗？不行，这不是我的。哎，你的。不行，眼睛不行。起来。人可以搜啊！哦，这个视觉实在是……哦，不要抓我！讨厌你，这里，你可以吗？哦，这是正常的。No。行，不好意思，我只能移出你了。为了救我自己，对不起。好玩。拔掉。我要找回去。要死。接上。眼睛跟耳朵了，哦，它停止运作了，对不起啊，让我也活下去，我只能牺牲你了。走吧，我会带着连你的粪气好好活着的。原来是其他的，哦，那视觉没有好，这整个看起来就不舒服。哪里，这里。我要的吗？哦，可以哦，我的眼睛啊，不到不能写信。呀嘿，哦 ，Hello，I'm in AK7. No. 啊，拔掉。哦，哈哈哈哈，系统异常。哦，插进去。好了，可以看清楚了。他们恢复的速度好快哦，就接上去马上就可以通耶，是非常厉害的恢复能力。那这是耳朵，哎，那里有黄黄的什么？哎，看很多都可以找耶，这个可以用吗？不行。哪里？那里还有两颗，你看你有没有？哦哦，干什么？哦，我加希望，这个没有，它只会攻击我。还有哪里啊？那里，你的耳朵可以吗？可以，正常。打开，他围在他耳朵上，抓在手上。哦，要插进去了。讨厌的，难听的，还是这个声音比较正常。哎呀，那你离开，爬上坡道，看吧，看吧，爬往，往上，我要出去了，三角形，我不想要在这里。
这些人都怪怪的，有好多仿生人哦，都欧北丢，人类都欧北丢，太恶心了吧！好好报废啊！干嘛让他们在那边会自己动啊？真是的。我终于出来了。我以为马库斯就这样死掉嘞，结果他复活了，耶！不过他好办法回去找卡尔嘛，感觉不太行。警察。没事，拿取。这是要割掉它的圆圈圈，对不对？呀，好像不会很痛，但是就是觉得还有一点痛。恢复。那你现在要去哪里呀，耶利哥吗？找寻耶利哥，起来！有一点沧桑的感觉啊。My name is Marcus。哦，他的衣服吗？帅气。喂，你是刺客吗？干嘛拿走了？而且为什么那边正好有一个披风啊？啊，63%，非常一线的，亏他只有一线，我才拿63%，好像有其他人没有拿、欸。不过好像大家都是找到差不多的东西嘛。我马库斯复活了耶！好啦。这期就玩到这吧，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按下喜欢，然后订阅圈鸟说频道哦，大家拜拜。